2018年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.12亿元，比上年增长9%，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。其中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达到18.4%，比上年提高3.4个百分点。消费升级势头不减，恩格尔系数为28.4%，下降0.9个百分点。服务消费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4.2%，提高1.6个百分点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.2%，比上年提高18.6个百分点，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。